是一个大阵仗，我们在这个一个很高的平原当背景当中呢，这里是哪里啊？对对对，大溪啊，我们来到大溪。我们一路聊天过来，我们没有人知道这里是哪里。你们是一路聊天，我是一路睡过来。我也是一路睡。快来换一些来宾。来，看看我这边来宾，我们先欢迎洪哥。哎，洪哥，再来就是改名字的曼轩。新人，我的弟弟。对，再来是刘璇。来是罗拉。还有厉害。再来是罗拉。还有厉害。我爸爸带着三个女儿。不错不错，三娘教。三娘教。三娘教。所以相迎现在改名叫曼轩。我们今天大家。 改名字了，对，今年改的，所以相迎现在改名叫曼轩，我们今天大家都要叫曼轩，叫错的人一次罚一百，好不好？这就是个比赛，好不好？那今天应该会收孙贤志很多钱，对对对，不是，我为了不要被罚钱，我会说，哎，那个谁，那个谁，所以你们今天那边女来宾非常厉害，是是，那我们男来宾也没什么好介绍的，有重要重要的，对，因为有要宣传，我们要介绍子珊，来呀。 第一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有新的这个作品嘛，对不对？帅，来，这是我们的个人演唱会高雄场，他们的台北场已经结束，然后完售了。哎呦，加开高雄场，时间是在12月17号。 然后高雄志德堂就是文化中心，是是是是是。那详细情形的话，可以上我的 FB 去看一下我的那个演唱会资讯，然后还有我的9月底我的新专辑即将会发行。哎呀，加油加油！谢谢，太棒了！我们歌唱比赛出来的，就是实力的保证。哎，他是冠军呢，你是冠军出来的，那冠军可以不要自己慢慢的跳走嘛？就是介绍完然后自己就跳，然后也不要就是我跳一下完就占了我的位置。啊，对对对，换位，换位，换位。 生也是很难得啊，哎呦，怎么样？哎呦，怎么又走掉？还在跟你聊天，你怎么就走了？可以聊完再算，对，离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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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她现在升华了，进化了，她进化，女神中的女神，她现在的称号叫做雪白森林系小姐姐，雪白森林系小姐姐，这个圈子有这样的一个称号，让我们欢迎雪白森林系小姐姐季琦。这个称号不是说穿着白 T 恤就可以了。那是因为我常常都走百岳，但是走完百岳都还这么白的，真的不多。不是，对，因为以前他的皮肤就一直跟刘璇一样，是属于很白的。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去看医生，都说这个叫做惨白，就是不够健康，所以我就要带他去这个晒太阳。因为近几个月真的是完全毛起来，就是看到他们两夫妻一直在白晒。对，然后妹妹其实在过去我们好几次碰面，她就一直有展现出她有点委屈，但是必须要嫁夫随夫的一个概念。没错了，我亲眼见证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巴士上一直在偷听，我就是听到他们两夫妻呢讲闺房，然后仁甫在那边讲说，我跟你讲，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要去爬那个，它总共是1200公尺，1200，但是我们现在预计那个路程呢，大概会是8个小时。然后妹妹说，哈，8个小时，你确定我可以吗？仁甫说，你可以，你可以，哇，天哪！就是那种很激励人心的对话，你知道吗？可是我跟你讲，我今天来真的身负重任，因为主谋就是特别情商我来嘛，救火。然后但是啊，主谋今天会打这通电话来跟我救火，他一定是已经走投无路，因为每一次我来饥饿，我都拿大奖金的。哦，要，所以今天要小心喽。我们一起今天后悔打这通电话。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大溪之后呢，什么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整集都会分成两队，然后是由现役女神君君，还有对当代女神，当代，什么什么？你好好讲，为什么会有那么开头的？看来是会议，有会议，好演讲歌。歌开头的过期女神，好，再重讲过来。大家好，是由现役女神君君，还有雪白森林系小姐姐季琦当队长。听起来舒服吗？舒服。
到年纪还是吗？千万不要这样做哦。然后每个游戏的获胜队可以跟落败队伍交换一名队员，交换队员，对，烂的会更烂的哦。对啊，烂的会更烂，好的会更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主导权会是在两位。但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一直被换来换去，就是两边都一直觉得，哎，你不好，我不要你，然后又试了一次，你还是不好，我还不要你，他就买票先走。对，镜头不要一直带着阿虎好吗？先带我，因为我等下一直被换来换去。哎，三机在对着你。这个是谁好的，是不是？三机，等一下，不要拍，不要拍，三机过来拍你。你是叫摄影机，不要拍，不要拍。然后最后一个游戏获胜队就是本集冠军嘛，有机会获得奖金12000元。冠军队。然后温馨提醒一下，最后一关的游戏跟水上活动有关，所以两位队长要过程中要慎选队员。水性的，所以现在我们一开始就要选队员吗？还是到第一关？我们到别的地方用游戏来分队。好，那我们就前进下一个点。那我们是对手哎。对，拿先礼后兵啊。好。哎呦呦呦呦！看到关主了，关主好。关主好。关主你好。小姐姐。你好。我是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的秘书，我是方彩荣，彩荣。哦，方秘书你好，生态博物馆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吗？其实大家看到只是我们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是由20栋的历史建筑所组成，所以这整个园区里面都算是我们的木艺生态博物馆，我们简称木博馆啦。木博物馆，所以它里面这个博物馆是跟木头有关系吗？有一部分是，其实以前哦，大部分的人来到大溪都会知道说来大溪就是要吃豆干。对，大溪豆干。但是其实大溪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木艺，就是神桌哦，然后还有嫁妆这样子的一个木头的工艺。对，木家具。然后在大概80年代的时候，在整个大溪的街上大概有300多家的木器行。哇。对，但是呢，在现在就是他们的这个木艺的这个还是非常的精湛，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木艺的知识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木博物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来跟大家介绍。谢谢，谢谢这个关主带来非常棒的一个介绍，谢谢大家来大溪，也谢谢关主，谢谢。扣掉两位队长嘛，总共10位体力，我们要让大家重返大溪的往日时光。哎呦，大家会先穿上3件衣服，清朝服，还有日治时代的浴衣，还有那个民国时代的客家服，然后要在园区里面寻找题目答题，答对的话就可以脱下服装，进化到下一个年代。只要回到现代，也就是现在你们的衣服，就可以返回总部，选择要加入哪一队。哦，自己选啊。对。队长再加5个人组成的话，就是比赛结束了。结束啊。就随便了。两位队长要在园区协助你。看你要找谁，然后帮他找牌，拉拢队员。我先数，拉拢队员，他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一队。所以你们有人选，你们可以想办法先帮忙他完成那个进化。那我们两个也可以帮忙找吗？可以啊。那你可以想拉拢他，帮忙找啊，就看你要帮谁啊，是这个概念啊。也有可能两个队长都不想要我，他们俩看到我都不理我这样子。也有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比如说很想要孙协志，他一直帮孙协志过关了之后呢，就。甚至是选另外一个人，也是有可能。哦，这样很伤人耶！对耶，我炸哎！然后就穿衣服了。哦，天哪！一次时间，好，我们把3件衣服都穿在身上。你们好可怕呀！是谁说这里凉爽的？我们观众前是这么讲，没错，但是说没这么多件衣服。感觉到像你们很像那个僵尸要停止呼吸耶。开心鬼。的官服就是这样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一件这个不透风的哦，然后里面又一件很厚的浴衣哦，然后在里面还有这种。棉质的客家服，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衣服，我的妈呀！然后找到牌子，看到题目不可以放弃，不管答对或答错，都不要再打了。准备喽，各位，听哨音，预备 ，Go！ 你走开！
日式区。我看到一张，我看到一张。哎，可恶！大溪木艺发达，每年皆会举办木工业祖师爷的庆典。请问木工业祖师鲁班公，老实说，我不太确定他是谁。我赌一波好了 ，B， 秦始皇。恭喜，答错。七号宿舍，哎，这里好适合拍那个偶像剧哦。哎哎哎，我看到一个，原来不是盒子，是板子，是板子，大家找错了。请问韩剧《鱿鱼游戏》一二三木头人的巨型女娃娃，她的发夹是什么颜色的？好像是红色，因为不是不是，它应该是三个不同的配色，红黄。红色、黄色应该是他的衣服，因为他的红色衣服、黄色领子，发夹应该是 C 紫色。Yes， 拖一件。哦，原本从三个字变成两个字的地名，大溪从哪个时代开始？刚提到的都是日治时代，所以他应该是 B。我直接脱嘛，对不对？对对对，会不会在很奇怪的地方啊？会在明显的地方还是不明显？哦，那你找过，奇怪。啊，我看到了，耶！哎，啊，这太难了吧？下面哪一种木头的价值最高？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哎，那我们只要他答过了，他就要去，不能再找一个。我答错，我就不能再答这个了。这两个其中一个了，不会是乌木了，不会是乌木。好，那我猜 B， 错，哇，就我答对了，换你，对呀，啊，气死，应该是黄花梨对吧？好，黄花梨吗？对对对，黄花梨，恭喜答对，我放回去的，放一件哦。哦，我看到一个，哇，规矩啊。直尺，确定吗？确定。啊，对 ，yes， 好，那我可以拖一件了。看到了，嘿，这，我要找牌子，太容易了吧？知道。牌子给我看，牌子翻过来。大溪区以哪一条河？河东、河西、老街西有老街西，没有老街西啊？观音西的答案就 B 了啦。确定，恭喜答对 ，yes， 上海区。啊，我看到一个牌子。啊，大溪木艺博物馆将大溪各种历史建筑成为展览馆当中，以过去何种职业的公家宿舍最多呢？何种职业？警察 C。我们是等他们出发，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吗？对，我们也可以出发。对，好。我先找一下。那你想跟谁对？我现在呢，我第一个目标是协助哥。我本来第一个目标是仁甫哥，但是因为我觉得仁甫哥一定会选你，所以我不想要浪费时间。不一定，我怕鞋子哥被那个。我们婚姻多年，其实说不定很需要自己的空间，是吗？不，no， 我觉得仁甫哥一定会选你，所以因为我怕我不赶快先去找鞋子哥讲，他到时候就不选我。哦，好，所以我要先去找他。加油，好。水上活动，鞋子哥不会游泳啊，他怕水。要找水上活动擅长的哦。哦，因为最后是水上，对。可是中间不是可以换队友吗？可以把它换掉啊。先把好的收起来啊。哦，有道理。那怎么办？我刚本来老师说，我刚本来第一个目标也是鞋子，你一讲完之后我会把它 OK。对啊。啊，怎么办？加油加油！我先去看看我会遇到谁。好 ，Terry， 你会游泳吗？会游泳哎！是中华民国水上救生协会1788级合格救生员。1788级，这是救生员哎！对，那你会选我吗？我会选我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当然我会。耶！哎，有录影存证哦。会。可是我现在已经脱掉一件了，我还有两件，好不好？我们先去帮你找牌子。我刚已经找到一张了。哎，那边有一个。哦，这里有一个。Steve， 给我看一下 ，Steve。队长，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你确定要相信我？哦，这好难哦。
你要相信我吗？我猜 C。好，我也觉得 B 是好 C。恭喜答对。啊！你有要放？好，放我去。你会游泳吗？我不会游泳。啊！等一下啦，可是我就这样走掉了。其实红哥哈。这个人就是不止长得帅，有才华，重点是他声音很洪亮。我跟你讲，哎，你们好快啊，怎么那么快？我已经答对，但是那一题很难，很难哦。红哥，你看到我服装吗？我已经答对一题了，好吗？那你的东西在哪里？哎，你们真的好厉害，所以应该不用帮忙，对不对？我需要帮忙，这一题他需要帮忙，你去帮他了。我跟你讲，没有，我帮你，但是在没有，我帮你，但我求你不要选我。讲什么？我也要回答问题。我说我帮你，但我求你不要选我。你要不要阿虎？我不要，没有，你两个来，你用阿虎，你不要我是不是？我就答对了，你看讲答案啊。下面哪一种木头价值最高？你不要他，你要选这个，你要他就选这个。什么？要我就会选这个，什么意思？哎呀，要你就选。反正你要告诉他一个错的答案，你就不会有他了嘛。啊 ，C 啦。哦，那就 C 啊。什么？谁讲？自己答对。你为什么要一直叫我帮助我不想加入的人？选择不要跟你对啊！我们两个是同一级的呢，你是我学姐，我在节目上都没有讲说你很会喝酒，我都不敢讲，我都没有讲你啊，你还是不要我嫌弃我？好了，怎么讲？你把错的告诉我。我看到了，哦，好想脱衣服，真的好热。软木塞是树木的哪一个部分 ？A 果实 ，B 树皮 ，C 树枝。感觉比较有弹性的应该是树皮 ，B。Yes。桃园的大溪旧称是，糟糕，我这我也不知道哎。C， 大哥感，答对 ，yes， 那我可以脱了嘞。大溪豆干美味可口，相传口感好的原因是因为水质土壤丰丽 ，A 水质佳。恭喜答对。啊，你好，你好，你好，我叫范先生，叫陈先我们家饥饿游戏，饥饿游戏，啊，来跨饥饿游戏哦，哦，谢谢，现在人又大又帅，谢谢，拜拜。啊，看到了，拜托拜托，简单的简单的，原本从三个字变成两个字的大溪是从哪个时代开始的啊？天哪，早知道跟红哥来，跟我来这边就好了 ，B 吗？啊对。哦，这边拖吗？这里拖。哦，这题简单，这题简单。哎呦，拖一件哦。给你拖，哇，你拖两件哦。我拖一件，一件。后面还有。Terry， 我帮一下。这边简单 ，Terry 我帮你。到时候一起。我们到时候一起。哎，什么一起？他已经刚刚答应我了。哦，那我们也一起，因为我一直想跟你。那我跟你讲，那边有一题，那边有一题，那边有一题，答案是我刚刚怎么会游泳？啊？哪里有一题？左边，你先直走。左边，木工五宝之一的规矩，规矩圆规，规矩就尺跟圆规啊，那小学生都会啊。答案是 A， 直尺。恭喜答对 ，yes。最后一题。来来了，疯狂答。任务与剧情或圈圈其中一人玩叠叠了。想要找到队长。那我现在拿得着吗？哎，对，这里。找到了，请问韩剧《鱿鱼游戏》一二三木头人的巨型娃娃，它的发夹是什么颜色？帮女战将 A 吧，我记得是红色，是不是？我也是 A。不要想一下，我知道哪一个。我也知道，来，你根本没看过游戏。鱿鱼游戏，你哪有看过？小三跟戴队长。错。啊？什么？好开心的
请你快记得，但是我也，但你记得选我。好好好，快快快！他知道答案了，他知道答案了，他知道答案，知道哪个错的了。我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是错的，我知道他知道是错的啊。他如果他说爱我的话，他就会把错的不跟我讲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一直叫我帮助我不想加入的人？他在选择标准对啊，我们两个是同一级的呢，你是我学姐。她是演艺圈的学姐，她竟然不要我，你有没有伦理啊？我平常那么照顾你，我在节目上都没有讲说你很会喝酒，我都不敢讲。那她上线真的酒量又变得很好，我都没有讲你啊，你还是不要我，嫌弃我。好了好了，怎么样？你把错的告诉我。我只能敬老尊贤的做到，告诉你不是 A。所以你叫黄色跟紫色两个选一个，我觉得我只能告诉你这个。那我如果再答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哦，要答错，身体答错。你刚刚很开心说你是我的人。你们这个有剪接，有剪接一下。加油加油加油！那边好东西吗？他来了，全全，你先说你要选我。我要跟你，我选啊，我要跟你玩叠叠乐，是我要赢吗？还是玩玩就可以了？你们两个人轮流叠，把16片叠高，要变成这样。哦，下面这只是直的。你第一个，我第一个。哎，今天风超大。对啊，今天风很大哎。等一下，这里是有点不平。耶！大溪木艺发达，每年皆会举办木工业祖师的庆典，求木工祖师也是 C 鲁班公。哎，白拿不完，是我吗？是我吗？你要选雪白森林系小姐姐基金队，还是现役女神基金队？啊，不知道，好犹豫哦。有什么参考吗？没得参考。我要雪白系森林小姐姐。哪一题？哪一题？哦，好。这题是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先答应我，你等一下要选我。我会选你，我会选你，我真的是想跟你。好，我想跟你还有 Terry。好 ，Terry， 我刚刚已经对，我刚刚已经跟他讲那题答案了。哦，真的、哦？对，我刚刚跟他讲了，然后说这个是 C 是不是？对。好，管他什么题目 ，C。对。Yes。好，再听我讲。啊，哪里有？你知道这个答案吗？那里我没有答过。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吗？可以啊，可以吗？我会被我接到了，他没有理你。哎，你怎么没有理我？没有，你要讨论没有？两边都是，是队长在选我，是吗？好，这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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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正最后一件呢，这题最后一件。答案是 C。好，答案应该是 C。恭喜答对。那我就全，我就全部就，所以我可以回总部了嘛？对，你要先脱掉。好。哎，那我都没有找到女生，有刷少？哎，你觉得女生要选谁啊？因为要选会游泳，因为最后一关会游泳，我觉得水上活动，我觉得流选比较好一点。这次要绕一圈哎。哎呦，看到看到。桃园大溪的旧城市。A 大丘园 ，B 大木匠 ，C 大科坎。这个旧称通常都是用闽南语，所以念一次就知道了。第一个应该是大库尼，大巴港，大科坎。哦，大K 大溪大溪，大K 坎。答案是 C， 确定吗？确定，恭喜答对 ，Yes！ 怎么样？这里讨论这个啊？木西人是关圣帝君的当地守护神，你像哪一个关羽关羽无关？不然这样子，我给你一个提示，好，是跟关羽无关的，去掉 B、A 跟 C， 你选一个。C， 答错啊！跟哪里什么关系？没有啦，没有。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是这个故事很有名。我的答案是 A， 确定吗？确定，恭喜答对。Yes， 哎，我是不是要放回去？对对对。那我要回去选人了。答对三题了。对，答对三题了。你要选择雪白森林系小姐姐激情队，还是现役女神军军队？我当然是选现役的。谢谢，哎，谢谢青青，新民报道。对，你要选择
剧情队还是军军队？这个东西就很简单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在挑的时候一定是挑跟自己年龄比较相仿的，所以我们当然是选军军。我选军军，因为我觉得之前跟他搭好像运气都不错。两队的队员要按节拍，词语接龙。一定要在节奏上吗？先哈，水果。等一下，两拍。你是跳舞的啦啦队，你的拍子怎么烂成这样啊？你不是出水果，我不是要讲一个水果吗？对，但是要讲水果。接龙，然后接龙。好，我们的队长。等一下，一个拍子有问题，一个理解有问题，这什么队长啊？应该大家在现实内，应该我想题目也都有答完的啦，衣服应该都要脱完才对。对啊，可是怎么还有人穿？你这个村姑去哪里洗衣服了？我还有一件没有脱完。刘璇，你在？这就是刘璇呢。我要解释一下，你们这样听我解释。你每次都要解释，对啊，你这样观众会以为艺人都没脑袋的。你看，连阿虎都回来了。哎，等等，我现在对了，现在这个战队是选好了吗？没有，随性战的，随性战的。那现在呢？大家都回来了，接下来要公布到底队长你们的队员是谁？哦，这很重要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到底是谁？我们要来公布一下。好，那就剧情队的，就一二三，请举手。好，来，好，数到三，选剧情的，请举手。一，很抢手吧。二，三。你看，我就是来忤逆你的。哎，是那五个过去，过去。耶！我有按照那个。耶！你为什么没选自己老婆？小姐姐，你这个人一心都想探手。不是，我要讲解一下。孟哲说每天在家都已经看到你了，所以呢没有必要怎么把自己的心情不是我没有，我是讲说我刚刚听到你们经过这个一个铜像的时候，他讲说哎你真的好呛哦，所以我就推论说他应该不会选你。需要说吗？你们都应该会帮我做决定吧，是不是？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的日子，特别的内容，我当然是选君君啊。因为哦，我跟你讲，我老婆我太了解她了，她是属于两光型的女生，就是呢，基本上呢，她是必须要很多人就是帮助她，她才有可能会过。但如果她靠她自己的话呢，我觉得很难，尤其像刚刚在里面，只要听到她提示的，通通都答错。所以我太了解我老婆，如果为了要赢，我要跟她分开来。刚刚我们在等的时候，他也在羞辱我，是不是？我说你会选谁？他说我会选君君。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老婆有时候。哎，这样比的，我哪有这个？哎，已经中风了。我跟你们说，这个说这是这这个动作是不用讲话，但是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羞辱。是他说我没有这样讲，老婆，我告诉你，节目是一时的，婚姻是一时的。不是，我跟你讲，我告诉你，我要跟你讲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不这样讲，他们不会让我不选你。因为呢，哪有主谋根本没干涉，还想怪到他头上？我跟你讲，因为今天获胜的那一队可以得到10000元的奖金，而我们两个分开来12000，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分开来两队都有一方获胜嘛。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我这样就聪明啊。对，我们分开来啊。钱不是重要，钱乃真。他现在是骑毛子的问题，你懂吗？伤害已经造成了，伤害已经造成。现在怎么样？骑毛子剩下最多的就是钱，而且再怎么样，一个人也才分2000块。对，他会觉得说，难道我跟你的感情就只是2000块？妹妹，我就跟你讲啊，其实仁甫在录影的时候都已经murmur过好几次，我都没跟你讲。他其实都一直在讲说，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一个人去爬山就好了。你先回家好了，我觉得这局玩真的好危险。你先走，谢谢剧情，谢，拜拜。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因为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那边有刘璇跟阿虎。说不定我们加起来就等于一个人，知道吗？对呀，这样子。好，那我们这前组队就完成。
哦，我们是先组队，对，所以我们可以吃东西。刘璇，又是你。我们快一点，在玩叠叠乐。哎呦，太好了！来来来哦，来来来，吃自己的，对，自己拿自己的嘛哈。哇，这个超导物，哇，主打味。我跟你讲，这个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吃过这个味道。My God， 五爪味。另外一个是什么？萝卜糕吗？哦，我好喜欢吃臭豆腐。它萝卜糕煎完为什么会有颜色啊？它是有酱油的吗？对，应该是酱油。是炒过还是什么？金黄酥。它是煎过。哦，煎过。哎，真的金黄酥。它把它煎得恰恰的这样子。哎呦，因为它的萝卜糕特别的厚，然后那表皮煎得很酥很脆，那里面就是完全萝卜糕的风味。嗯，我们这个木艺园区真好，就真舒服。你刚刚走走逛逛，要不是在那边玩游戏哦，真想花点时间走走看看。对，那日式的建筑多么有古代的风情，对不对？而且这空间其实，在日式建筑的保留这个宿舍的这个这些建筑物当中，其实它算是保留非常多的，因为大部分都可能一栋两栋，它是二十栋，所以来这边你会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区域，对，是非常漂亮的。好了，但恭喜我们有吃到东西了，恭喜，后面要继续加油。好。哇，这餐厅超级漂亮的。对，我们来到一个很漂亮的餐厅，是玫瑰左岸庄园。哦，这边的餐点呢是结合在地的文化跟食材，然后中餐西做，就是做一些特色的餐点。而且听说它这里以前是官邸。然后后来呢，这个其实是很久以前，这是古迹咯，然后这古迹里面隔成六间房间做民宿，然后呢楼上还有空中的酒吧哦，然后楼上还有酒吧，楼上还有酒吧，然后一楼呢有一个玻璃屋，然后呢也有餐厅，然后还有户外庭院，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看河，这个整个 view 是非常棒的，很漂亮，很适合打卡拍照。这整个建筑物就有那么一点那个欧洲感，欧洲的感觉，是哦，很漂亮，很漂亮。好，我们来到这么漂亮的餐厅之后，接下来就要迎接两位女队长的第二个挑战了。哎呦，两队的队员要依序按节拍，词语接龙。词语接龙。然后第六位很重要，要接出指定范围的答案才算得分。知名人物嘛，那我们就出水果。然后第一棒接果冻，第二棒接冻柠茶，第三棒接茶叶蛋，第四棒就接蛋白，第五就接白里透红。第六节洪都拉斯一个知名人物，然后答案合不合理是我们判断。比如说，如果觉得洪都拉斯不好，对不对？他就不算知名。过分。了解了解。好难哎。你对各三题。其实前三个反而是最没有压力。那我问一下，是一队玩一次，一队玩一次，还是一队玩三次？一队再来第二次，对不对？各一次，各一次。就是你看你们这边刚刚选完的时候说，哇，天哪，我们这个圈圈这一组全部都是运动猛将，对不对？刘璇也自称运动猛将，而且我这一关要玩这个，运动 OK， 运脚都不行。阿虎，你最后一个。对，我觉得他可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他反应快，他反应快，对。那这样好，我们争取一下，争取一下，我们各队可不可以试玩一次？对对，试玩，好吗？好吗？好吗？可以吗？试完我们这样大家知道，还抽到国家，哎，我们不能讨论，他的节奏上了吗？水果，果，等一下，两拍两拍。两拍两拍，你是跳舞的啦啦队，你拍子怎么烂成这样啊？节拍有障碍。先相信试完一对，试完一次。等一下，我不是节拍的问题，你不是出水果，我不是要讲一个水果吗？对，但是要两水果。然后你要什么？我是队长，难怪你不要选。等一下，我们确定，我们确定今天这个主题要继续下去吗？我觉得等一下我会有发现的状况，不是可以换人吗？换队长，一个拍子有问题，一个理解有问题，这什么队长啊？哎，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特辑应该是要改成就是如何就是我们来协助队长了解游戏，哎，了解游戏规则，帮队长。好，蓝队这边来，蓝队先，蓝队先。最后的结果要是国家哦，国家 OK， 好嘞，主谋请。一二三四，水果，果汁，芝麻，麻烦，烦恼，脑洞，洞
动动哪有国家？你在动我对不对？动没有啦。其实老实说，动平湖是国家，我就发火。其实最关键反而还不是最后一个，是这一个。你不能弄我，因为他要接尾又要再出尾。哎，给你玩一次，给你玩一次，给你玩一次，玩一次，只剩最后一个，只剩最后一个。凡心，新加坡。哎，加油啦！如有一台，那你先第五棒，你现在是第五棒。没有，来快一点，喂，一二三四，大溪，西边。过来，失败，失败，失败。西边你放得住，就接边边嘛。对对对，你们没有成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再来，让他第一个，第一个，让一个。好，来 ，Round Two， 国家好 ，One Two 三。果汁，芝麻，开始，拍摄，拍果汁，芝麻，麻烦，拍两下好不好？繁星，新加坡，紧张啊！我刚刚不就这样吗？没有，你刚刚是。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排好我们的顺序了。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队长，我们这样顺序 OK 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吗？你第一个，希望仁甫哥不要故意输。为什么我要故意输？输了被换走哎！哎，你看一下前面试验那个状态，你觉得我会希望过去吗？好了，那我们现在请队长来抽一下我们的第六棒。哦，是第六棒抽哦。加油！不要太难的哦。清洁就自己看啦。清洁好难哦。清洁好难哦。什么？刷屏。你不要这么开心。什么字？拖把。一二三四，桃园，元宝，宝物，物品格，格鲁特，是啦，是什么？格鲁特是什么？是阿布，阿布，阿布鲁，阿布 ，no， 有错有错，特效清洁剂。对啊，对对对，他刚刚是给我一拍啊，不是，因为我一直想说给你什么瓶子、刷子，然后我刚刚想说看隔嘛，那也没有隔瓶，也没有隔刷，对啊，这应该练习吧，在你们练习，没练，在外面就练习过了啦，好难哦，真的超难，超难，超难，格鲁特，格鲁特，好笑，格鲁特。我们局队是这个样子的，倒数也就是第五位，第四，红哥一直觉得他当仁不让，真的，对，第五，哎，现在我们这队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小姐姐，你要第一还是第二，还是你想要选哪里？我觉得我就是二，为什么？因为一对我来说有节拍上的障碍，我就跟你的拍就好了，对，我先跟拍子，加油，加油，加油，请捡用品，水深，水深，水深。节日哦，超难，超难，很少，哎，讨论，开始，格鲁特，格鲁特，停，好，安静，安静，一二三，接龙，龙炮，炮弹，弹头，法器，纪念日。我们来记就纪念日啊！其实节日算是，我觉得蛮有机会的。红哥的这是什么？完全没办法想啊！法啊，法宝，法外情，法外情，情人节啊！谁会想到？哎呀，适合的办太难了啦！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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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要换位置吗？要换位置。要换吧。你去第四了。格鲁特往前摆。第四。那你一样第六个。那你，那我第一个，我第一个。好，这样，好，这样。好紧张。好，走。游乐设施，溜滑梯，上飞车。云。荡秋千。云啊，哈啦。接到云。往天空走。云咖海。一二三四。汽车。车窗。窗外，外景，景色好美的云，九江飞车。不要瞎掰好吗？景色好美的云啊，没在拍子上。对啊，没事，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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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算了，好美的鱼，这不合理的。好美的云就好美的云，还有景色好美的云。好，来换了，换了，换了，换了。丑一啊，没有丑啦。丑一，没有吧？不算奇怪的词啊。来换。哎，抽完就要开始讲了，所以待会再抽。是不是？你要讲什么？不换吗？没有，看你啊。我觉得红哥不用换，只剩不用。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还不错。老实说，我觉得我们这样可以。简单，国家四字用语，准备喽。用什么？那很简单，这种，预备，一二三，咖啡，飞机，机舱，仓库，子孙，生儿育女，孙儿。你这个就是玩这个游戏的活教材哎，孙子，我在想孙儿童是跟小孩子有关的，啊，我知道，刚刚那句有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对，哦，好难哦，要不要换？哎，我们这等等最后一半嘛，啊，我最后，啊，我最后了，我要做第二个，好，来，格鲁特。报仇的时候就行。哎，没办法，我们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下一回合再报仇。再玩。哎，我们这边玩得很开心，但我们的队长脸好臭哦，因为他都没有得分。啊，没有，我太紧张了，我现在在想我要做第几个。哦，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你是看我第二个。好，来，那我们第二个。先坐好。我第一个。好了，抽了就要开始喽，你们要聊天趁现在哦。哪一个？我，你决定。哎，来，选一个。有吗？我们的题目是歌手，哎呀，这很简单。我今天姓氏就对了，给你姓氏。姓氏，大溪，溪水，水流，流行，行房，房子，谁是纸啊？洗钱可以接啊，你防止干嘛呢？谁姓纸？小姐，防止是什么？对啊，那什么叫防止？你在跟纸孙一样。你防？对不起，生日快乐。谁把他调到这边来的？错误的安排。OK， 你们三题都没对。上一组就是毛起来换位置，我们这一组就是不换。确定不换了？真。我们的位置就是很好。对，你压力不要太大。照旧啊，照旧啊。对，加油！你放轻松。来了吗？好。开了就开始吗？对。不要抖。昆虫哦。昆虫。你先想象哪一昆虫？昆虫。对。准备开始。一、二、三、四。分鞋制。志气。气氛。氛围。围篱。篱笆。哎，子申究竟讲了什么惊人的昆虫，让全场热烈的讨论呢？广告后马上揭晓。迈向幸福的微笑，每一秒。一、二、三、四，孙协志，志气，气氛，氛围，围篱，篱笆，八鞋。八节虫，很长哎，他们在八节，一定有，他的这个就是竹节虫里，它有一种八节，八节是在节骨眼上，对啊。你在帮我们 Google 一下，八节虫其实听起来有点耳熟，但是不确定有这种东西。好，有八元虫啊，它有八节虫。那我们请你们来帮我们查一下。真的有。不多不少就八节。有没有生下？有没有？八节虫生活在。4亿年前呢？4亿年前你讲得出来？不多不少就八节，就八节。
呀！八节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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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节虫是一年前送你们走掉。哎、欸啊，你讲出了一个四亿年前可能很多电视机观众们都不知道的长知识哎！等一下，我跟你讲，看一下八节虫是昆虫吗？对对对，战虫啊！是啊是啊，对啦，它可能是会是动物吗？因为我们做节目的电视人就是要在意小朋友看电视有没有长知识，有没有学习？对。现在我们已经打到那个大英博物馆去问了，去问有没有一种动物叫做八节虫？有，应该是的，因为六只脚的是昆虫，就是说它六只脚是昆虫。来，这结论呢？结论目前是查不到，但是我们看图片，六只脚的昆虫。对啊，对啊，他是有答对。八节虫，那我们就获胜啦、啊！小姐姐队又可以吃东西。太棒了，小姐姐队！小姐姐队太强了。这个是黄金组合吧？来，在我们眼前的这个餐点呢，介绍一下，也就是餐厅提供的华尔道夫沙拉，就是它是用西式的做法搭配大溪在地的农作物去做结合，然后还有台湾的家常菜去发想出来的一个结合。另外一个叫西西里龙虾海鲜面，它是用大量的白虾提炼油，结合法式虾汁，混合意大利面，还有当季的中卷，是非常好吃的海鲜味。好痛苦，还有虾汁哎！对对对对，那我们请用，请用，请用，要吃东西。我们先进行换队友的环节。这么狠，要换？对，现在要换队友。他换掉不能吃吗？他刚刚有立下汗马功劳哎，所以换完就不能吃啊。那换过去我们就有一个人可以吃。那你们那边换过来的不就可以马上？就马上吃的，换过去的可以马上吃哎。光那你刚那个介绍，我觉得被换走的人那真的是要命了，没吃到那对不起自己。要看下一关跟最后那个水上活动。要看水上活动。他们一直在暗示我要把鞋子换掉。水上，我是讲水上活动。因为他说水上活动，那找他不按水性吗？因为水我其实没那么强，就是。不要问我，但我觉得我可以。你会游泳吗？可以游泳，我爱你。我比过铁人三项，所以我可以。哇哇哇哇！你会玩水吗？你会游泳？会玩水。我以前的外号叫海王子。你知道水中难蛟龙哎？对，海王子那个卡通是用他的原型去画的。对。我先。现在你头痛是不是？其实我们这里没有你想要的，所以你不知道要换谁。不会，因为你们水性都很好，除了阿虎不知道，我不知道。只会讲防水，一虎只会爬墙。而且你老公水性也很好。对啊，对，都会玩水。而且我觉得这个面我很想吃到，这样子我。我觉得我可能会考虑先换一个女生。哦。帮你这么多，太老实说，这也是一个。赵队长超过分了啦。因为我觉得水上活动的话，通常体力真的比较需要一点，所以两个女生我也没办法割爱，就你们俩猜拳输的。哦，拿到自己的这个方法，这是个方法，好不好？这是个方法，不是考量点是没有错的。一把定输赢，加油！输了就要过，输了就没办法吃。在一分钟前，他还觉得可以吃到这个面哦，这真的是龙虾面，诡谲多端的起起落落。哇，高潮期！我跟你讲，再介绍一下，这个是用大量白虾提炼的油，结合法式的虾汁，哇，可以吃到海鲜里面的风味。要白，哎呦！而且不要我们一个人过去的，如果我们又赢，再把我们换回来，好，是不是又可以吗？又可以，这样子这样子正面思考，可以可以可以。好，猜拳，现在也只能这样。猜拳，加油！剪刀石头布。满钱，我们等你回来。满钱没得吃。不要把我换回来了。哎，关键来了，关键来了，他要过去，谁要过来？谁过来啊？虽然你对我很薄情薄义，就你了啦，因为他玩水真的比较多。哎呦，合理，选老公一定合理的。而且回来超级没得吃，可怜了。五官就是水性比较好。哎，我谁要去蓝队啊？蓝队不要。哎呀，当然选徐磊呗。徐磊哥，徐磊动动，徐磊过来，徐磊给我合拆奖。我不要蓝队，哎呦，徐磊哥，蓝队的衣服我就这么
想穿了，我说要穿要穿奇怪的嘛，快给了，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吃吗？来，请享用，请享用。哇，龙虾，龙虾。而且我跟你说，八节虫绝对没有想过它在4亿年后受欢迎。真的？哇，好大的肉！哎，龙虾肉好，好好吃哦，他们是用熏的，是很小烤的。哦，它面条，整个在海鲜味包的那个面条，我们可以听别人分享吗？我不想听他们，会有一种火气，你知道奇怪，就莫名会有一种火气。我也觉得合理。为什么我换过来被讨人厌？你不是应该是我是战将把我换过来，应该你们要很开心我过来吗？没有，因为你对我薄情薄义的。你这沙拉真的超级清爽的，因为它是用大溪这边的当地的水果。哦，必须对，这有点松板猪的口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虽然我来的集数不多，但真的很好吃哎。最主要是意大利面那个虾油的味道，还有虾汁的味道非常的明显，非常的鲜甜，有煮到面里面，很入味。胃口大开，胃口大开。哇，这面很值得。突然好讨厌八节虫，曼轩好可怜哦，他刚本来站在这里，现在只能在那边闻香。没关系，我等一下又再回去了。哎，搞不好我们这边等一下这边赢啊，有可能。对，这边赢，然后又再把你换回去，再见。然后我又吃不到，我是心里面也还是可以过去蓝队的。好啊，那就上车了。吃完上车，好吃，好吃，好吃！好，恭喜橘队，耶！我是橘队了，耶！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猎鹰七蛋生活营，耶！炸的！基本上我们上次有来过啊，就是老朋友了啦。这个我们大概来了非常多次了，对，真的吗？是，但是他跟花花是还没来过的，那就不知道这一次他们又要用什么了。因为今天主要是你们两个的战争，这一关这一关不能再输了，不能输了。因为今天整天下来，感觉得出来就是圈圈就觉得好像自己比较弱势，对，因为他觉得很可能他觉得他的敌手是前辈，没有没有，因为他的对手都是要干体力活的，可是刚刚我们是靠脑力的啊，不需要体力活。感觉起来蓝队现在已经有害怕了，哈哈哈哈哈。蓝队的橘队的意思在吃之前都是蓝队变很嚣张，老实说我们没有害怕。我们只有肚子饿，我觉得他刚刚是故意的，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这问题是出在他身上，哎，是他身上，格鲁特，格鲁特，故意的。其实严格说起来，他算是俘虏，哎。对啊，他是我们捡回来的。对啊，他现在还没有立下任何的汗马。我现在是关公被你们交到曹营来了。人在曹营心在汉。你们现在想办法要让我心里面跟你们一起，对啊，我才能够帮你们作战嘛。但我只能跟你们讲啊，夫妻合体了，你们要特别小心。好，所以我们来这边要玩什么？等一下我们要到格斗擂台区，格斗，然后各派一位队员进行 PK 攻击，先让对手落地的得分。率先赢得3分的队伍获胜。他们有 Terry， 他们有 Terry， 他们有 Terry， 哇，这个很难。我现在的血糖很低哦，还没吃呢。我的肌肉在萎缩，不用怕，因为你的发量很多，所以你不用怕。你的血糖很低，我的智商很低哦。Terry 很可怕，他上次把我当尸体一样拎，哎，没有冲水。我跟你讲，冲，因为是3棒获胜，所以充其量我们只要怕他们的孟哲跟 Terry 就好。对。我现在其实录到现在，然后早上都没吃东西，有点变观众，你们真的交往神，你知道，就听你们讲话。秘密派棒式，各自带开。OK OK， 好好好，各自带开，各自带开。哦，中间有一个擂台，是六个人分开站，这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啊。气氛很复杂，气势要拿出来。现在哦，他们呢是3男3女，对，我们是4男2女。感觉如果用性别来去区分的话，我们好像占了点力量上的优势，是，但是技巧类就不一定了，因为这个保持平衡也是关键。没错，对。十六个队长据说是表演班舞蹈课区分的，他的平衡能力相当的好，真的。哎，对方也是舞蹈的，我们只是一个拉拉队而已。雪白森林系小姐姐到现在还可以一字马。一字马，其实你可以，真的可以一耶，真的好厉害哦，是不是？好，为了让6棒都可以玩到，我们改成率先赢4分的队伍获胜。哦，那后面就很4分。哎，那如果3比3呢？3比3再来一个最后 PK， 最后 PK 就抢四啊！两边数到3之后的第一棒就请举手，预备，对啊，1、2、3。
加油！三，加油！三个男生要先抢三分啊！没猜到，没猜到。因为我们小姐姐觉得你们现在落败的状态，一定会想要，圈圈一定会先拿，想要先拿一分。所以我们请今天第二游戏的黑白双煞要对决了。好，请上擂台。对对对，决对决。好，加油！两位准备好了吗？第一棒的对决，黑白双煞，丁少英，预备。不行不行，罗拉，罗拉，罗拉不行，罗拉是漂亮漂亮漂亮。其实站上去就看得出一二，对，因为罗拉是对平衡有问题，所以他只要稍微身体有点受力，基本上他自己就倒，就失去平衡。我觉得他站上去的时候就一直不稳。对啊，对 ，OK OK， 没关系，你们一比一分，一分一分。两队的第二棒，数到三一样举手，一、二、三，哈，三，哈，恭喜啊！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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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你不要说，新生的，新生的，哇塞，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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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打的，哎，好，没了没了，好，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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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活着，好了，两边就位了，听哨音，厮杀就要开始了，预备。截肢的手跟阿虎的脚几乎同时落地，究竟谁会抢下这一分呢？迈向幸福的微笑，每一秒。不要急，不要急。哇！谁先的？谁先的？看画面。看画面，看画面。一个手，一个脚。我有几率是刚刚是先这样子挡，对，但我看我这边看到他有挡住，要不要手天手碰到？那这样一样一手，这样一样啊。不要急，不要急。看了看了，阿虎得分。Yes。因为我这个先这样子，因为他少少。来，数到三举手，第三棒，一、二、三。哎，那怎么安排？哇！让你们见识，努力加油！这是一个关键一战啊，因为再赢了就是拿下第三分，或者是我们可以稍微扳回一城，就看这一局了。可以的，听哨音，预备。我现在双方你来我往的在试探对方，中间拿的是一根棍子，哎呀，王仁甫敲了一下 Perry 的棍子， Perry 现在也不甘示弱，用棍子去抵挡，示弱用棍子去抵挡，然后现在两个人在一起的同时，平衡感也就会渐渐的消失掉，就会露出一丝丝的危险。好，王仁甫被敲到头了，王仁甫这一辈子最忌讳的就是被敲到头，因为王仁甫这一辈子最忌讳的就是他太强的方式，对，他的敌人卸掉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抓到 bug， 保持我抓到 bug， 把人弄起，王仁甫打中对方的下巴，但是控不好，现在两个人手卡住，手卡住，哎呀，竟然是一个面板，能打上面的头，下面的头也能打，这是什么奇怪的动作？是的，现在 Terry 呢不甘示弱的一直在攻击，好累哦，我跟你讲，这样打下去没完没了，对，我们用斯巴达的精神，
一人夯一下拼体力，看谁先把对方夯下去。哇，这么硬，硬狗变一人一拳。谁夯下去谁就输。那有两手跟单手的差别吗？没，就单手，单手可以单手，好不好？我们讲可以单手，可以双手，可以夯，只要夯下去。对，一人就这样夯。那你们两个讲好，他们讲好是 OK 的，对，好。好，我们猜拳谁先夯，因为先夯有优势，因为一下搞不好就把他夯上去了。我们让队长来猜拳的了。对啊，看谁先夯。剪刀石头布。好，人虎先夯对方，我们先夯。好的，接下来是互夯的桥段。王人虎率先攻击，他拿起了球棒的方式，到底会多用力呢？哇！这是一个重击啊！但是 Terry 他身体练得非常的强壮 ，Terry 现在全身上下都是肌肉，他根本不害怕王人虎的这个攻击。紧接着轮到的是 Terry 要来反攻击王人虎了，你如果 OK。现在 Terry 在集气啊！哦，他先预先做了一个挥杆步，快要出去！哦，他先预先做了一个挥杆步，快要出去！哇，非常 man 啊！但是感觉得出来 ，Terry 刚才的这一击非常的靠近王仁甫的脸，因为已经打到肩膀的部分。肩膀。但是王仁甫现在非常的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演艺圈素有木村拓哉之称，拓哉。差一个字啊，拖哉，拖哉一个字啊，好，对，他在演艺圈里面素有台湾的木村拓哉之称，他最介意的就是他的脸部了，你攻击他的颈部一下都没有问题。完全没动，假动作没有用哎。好。Henry 的进攻到底结果会如何呢？场外听到了老婆深深的呼唤，老婆深深的呼唤。自己凹掉，没有，他从我前面插过去，算了，接下来又轮到王仁甫攻击了，要不要直接练一点呢？打胸口了，胸口了，对，来了，来呀，来呀，不防御了，攻击了，不防御了，来了，一，二，接下来是第四棒的对决，同样的两边数到三之后，第四棒请举手，一、二、三，哎，怎么都没人举？哎，怎么都没人举？现在这样，你会这样啊？我的生命中有点没差的，好慢的，不错不错，但是神力决定。你们这个画面，你们这画面，你扶着他慢慢往前走，好像看护哦，你照顾一个，你是真的是扶一个杯杯。我要上战场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回来啊，好不好？为了你我会暴走啊，就算我人没有来，我尸体也会回来啊。没，你放心，我们只是玩游戏而已，玩游戏而已。对对对，不要太大力啊。不会，年纪没到你爷爷啦，真的老人家。哎，那个孟哲还是要敬老尊贤一下。对啊，长青主要照顾人家。来，第四道。听哨音，预备，加油加油！先写一下，因为他有东西吃啊，真的。红哥不要扭。其实孟非站着，红哥就有可能掉下去。我在进攻，回来！我在进攻，回来！进攻，回来！哎呀！放他，放他回来，红哥。那我有轻轻的了啦，我有轻轻的，我轻轻的。现在我们三比一，还有机会。你们呢？剩下两个女生，我们有两啊，一男一女。对。到底第五棒，两边要派出是谁呢？注意哦，一。他们应该有三棒。二。三。群群连站都有问题，对啊，而且这个一站上去之后，群群只到子升的胸口，子升你真的可以用这一招，你就是撑住，
讲笑话给他听，然后他自己会笑着笑着自己就掉下去了。哈哈哈哈哈。对，听哨音，预备。哎，你知道讲笑话给我听吗？哇！哇！我打到脸。对不起。有吗？那是表情卡。我完了，我完了。又先有女生的优势，女生的优势。哦，第二，第二，谁都不敢攻击。女生的优势，女生都不敢攻击。号召网军攻击他。其实你防守，他都有可能会输。你知道讲笑话给我听。啊！稳住，稳住，稳住。眼泪干自己，眼泪干。住。眼泪干自己，眼泪干。只剩讲笑话，讲笑话。八节虫，八节虫。压住我的武器。OK。反过来，把他棒子往下压，把他棒子往下压。拍子，快点，快点，快点。转身，转身，转身。快点，快点。祖孙你好厉害，祖孙！祖孙你好厉害，祖孙！祖孙来了，加油！接下来还有了，两队倒剩最后一棒了。要到。他刚刚换过来的啦，我们舞蹈课刚才先来的。是他的，你换过来的。就是他抛弃你的。是他换过来的。最好吃的食物。吃龙虾。我跟你讲，我现在的获胜都是为了把你换回来。他不会。不要。好像有说过，但我也有说过我要帮你换回来。而且其实你不觉得幽默不会，好像运气比较好用吗？好像没有感觉到。哎，对，他在嘲笑你。哦哦哦，老婆，给他们看，告诉大家你的下盘有多稳。截至目前为止，你的下盘只有王仁甫知道有多稳。但是在这一刻，全台湾的人就要知道。听哨音，预备。小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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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的是蓝色衣服，你过去下跪干嘛？那现在怎么样？我先怀疑你放水了。两队各派一个最厉害的高手。等一下，我怀疑他打假球。打假球，他打假球。哎，你们既然觉得他打假球，那各派一个，那就再同样的人再比一次。不要，不要。最强的，我跟仁甫哥都不输好不好？好，可以。可是许梦泽的下盘有谁能跟他比哦？我们派祖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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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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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对决啦，两边都硬了哈，好，都硬了，预备。子森和孟哲的最终对决，究竟谁会拿下这关键的一胜，赢得最后的胜利呢？太强了！我到最后一刻，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胜负呢？对啊，但是我一直对我的队友们都非常的有信心。对，就是信任感。对，那我们现在前面这东西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多好吃，你待会才会想吃。鸡翅。现在前面呢是匈牙利鸡翅，它是用独特秘方的匈牙利粉去腌制的，他们那个餐厅所提供的。哦，就是我们刚
刚刚那个餐厅。然后另外呢，西班牙蒜虾是用非常多的大蒜去煸出来的蒜油，再把虾子放到里面去，稍微煎过以后，带了蒜香之后，再放在烤的香香酥酥脆脆的法国面包上面。哇，那个面包上面再淋上一点刚刚那个炸出来的蒜油，就有蒜香跟那个虾的弹口，一口放到嘴巴里面去。哇，蛮舒服。而且你在讲的时候，我一直闻到那扑鼻来的香，哎，好香哦！而且关键时刻又来了，对，这个小姐姐对，香那个蒜香，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关之前的最后人员异动。我现在最同情的是群群，他说他很饿，我很饿啊，他眼神可以当队员，这都降级了，还想换，不想被换，抛弃队友就对了。刚走过来的时候，你今天是不是很想死？他说我只是想赶快收工。目前为止，队长很痛苦，他都没有吃到东西耶，他好饿哦。对，这一次呢。我想老人家吃的比较少一点，他应该不用再进食了。我就等一下，我跟你沟通一下，再沟通一下。我从头看，心他会留下来。对，他的表情都这样讲，这是我的那个告白时间。你从头到尾就是好舍不得他哦，真的舍不得你，真的。然后第一关他本来把他换掉，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没想到你不要换，你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你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我刚刚还把这个掀开，在那闻了个半天，嗯，好香，我居然吃不到。哎。常客啊，我跟你讲，这种的朋友，这种的队长，这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影响，很大的影响。你真的要不要把丢去给人家？你忍一忍嘛。我刚才在这边有没有？我那个说老人家上战场的时候，我讲了那么多的话，肺腑之言，我还是上去了。对，可是你脚真好抖。你真的心意已决，三秒，你决定。我已经想好要抛弃我。对，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抛弃我，我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没有关系，我现在录影，录影就结束了，他不会回来，对，不会回来，他不会回来了，录影就结束，也是要换换谁过来，换半圈了，换过去。哎，我觉得你会换别人吗？那怎么办？我要换他。本来就是两个女队长的主题呀，对对对，她想要这样子的抉择是，而且因为我跟 Terry 的缘分太浅了，我们每一次都是对决，我要跟你同队一次。OK， Terry 可以吃东西耶，好好。我终于知道他的心情了，没想到就两个小时，我就感受到了。没关系，安慰的是你刚至少有闻到，有闻到。刚刚阿虎也一直在说快要饿死了，而且下面还有法国面包，是不是？哎，你们看，哇，那个法国面包都吸了那个蒜油都在上面了，所以你光吃面包，我可以不要穿这件衣服吗？好湿哦，都是汗。挡地了，应该还有，会帮你换新，会帮你换新，对，这个好湿。被太慢的就不用闻，没有想吃，没有，你闻一下，真的很香啊。这酱是三七制的。是啊，我们拿来弄虾哎，那个鸡翅，那个酱给我们好了。我在这里就闻到了，我们以为是沾虾的，而且那个蒜煎的好香哦。你们红哥真的吃太多了，我不信，我不信，你试试看啊。对啊，有多香，试试看啊。我放面包也好好吃哦，我觉得我的血糖有点回来了。两位，像战力有回来了。谢谢队长，对啊，太好了。怎么会整天都待在蓝队？对你来讲，这个只是开胃，你等一下也很快又饿了。你在为最后一关做准备。对，一整天待在蓝队还好。我们是中途被抛弃的，气，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你一直待着还是被抛弃？红哥，原生家庭是红哥，红哥，你是中途，不是中途，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没有了吗？最后一个被抛弃，等一下还有一个呢，还有一关啊，对，还有最后一关。但是我跟你讲，真的。不到最后，你不知道他接下来玩的这个水上，不知道怎样什么关卡，就是带着这个阵容进到水上关卡。对对对，走，来走。好饿哦。我高兴，不会哭，真的还有问题。好，最后一个关卡了。前面的铺陈都是为了这一关而诞生的。队员们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只有你了。他其实是没有选，没有选，选来就是为了这一关。今天你刚刚他就绑了红色的袋子。然后后来我就说，我知道你爱我，但是你现在真的不能属于我。那个解套东西。但其实有大多的成员基本上是
从第一关开始就已经算定案，始终如一。对啊，因为能选队长能选的空间也算小小啦。我对孟哲比较不好意思。因为他也是一名猛将，可是我是不好意思把猛将这三个都挑过来到我这里。哦，可怜我们的意思了。对啊，因为孟哲还可怜了，被可怜，又算主持人呢，不能我们都在一边，那感觉像好像我们是这个，对不对？对，还是要照顾一下群群呐。对，留一个猛将给你。今天担任的角色就是为大家介绍，我们现在的地方呢，在大小国小的运动中心。国小的运动中心，很好哎。运动中心除了学生可以用以外，他们也有开放。它这其实有点像是那种家那种里民活动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的规格，所以其实里面整个不管是他们的泳池的大小啦、空间啦，然后设备都好新哦，很干净。对，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泳池很大，对啊，不是很妙哦。要玩什么？水上活动终极 PK 要进行的是水上趣味篮球大赛，趣味篮球，水上篮球。然后大家是坐泳圈，坐在泳圈上行进，运球的方式就在水上拨球。哦，跟篮球一样，然后球拿起来之后呢，只能选择传球或投篮，率先投进5分的队伍，这就是本集的冠军嘛，有机会获得奖金12000元，有机会。重点，重点就是要赢这一关啦。再说了，前面不行，没关系啦。其实照这样听下来，男生的优势大概也就在体力，大概就是体力的优势，因为你基本上传球进才是重点，准度、准度、准度，哎呦，好，那这样就大家分队哦，讲战术。好，现在两边都已经就位了，球是在中间是吧？等一下发球会从中间丢，然后因为是趣味篮球大赛，所以小小的犯规是没关系，不要太严重就好。好，呼巴掌戳眼睛这个不行。好，准备了。快走
中跑掉了，为什么不跑掉了？中段跟后段全部都跑到前场，都没有人在前面。中段后段的，你去帮忙完回来之后，你要再尽量再回来。像刚刚没有人守，你就先带。对呀，你可以先带，没有人。没有人守，你要先。因为我当时有的很慢，因为你那边空档的，我丢给你，那你要么自己丢，你要么丢回来中间给我。他再来一下，他再来一下。对。Come on.
5-2，5-2，5-2，5-2，季前队获胜。耶！好，你们也认真了，你们很强，你们很拼了，你们可以休息吧。真的，你真的，你满场飞，我到哪里去都看得到你。你才是哎，你好像17岁小伙子都不会累啊。我到哪边我都看到红哥。他到哪边都是他的敌人。我其实觉得他们真的是蛮猛的，因为他们后来看过我们的战术之后，有一大段时间呢，就是反正不管我有没有球。我移动到哪，那个曼圈就是一直黏在我的旁边。因为前两三周我觉得不对劲，我马上跟他们讲，然后调整。哎，你们那个曼圈啊，真的是个狠角色。对，他靠近我的时候，我看到他这样。哪有？我觉得女神才是狠角色，我没看过女神这样。因为后来我们要得分，真的就必须人要这边人要够多，因为他们几乎至少他们全部都在都挤在这里，我们很难进去篮板。对啊 ，OK， 好，12000元奖金下来，室友直接来，小姐姐，一个，一个是有泡泡的，一个是没泡泡的，相信我说，从结婚到现在，已经将近20万了，一辆，21年，我都听他的。老师，我在录。不是，我是因为他一直以为他站得好外围，我说啊，你这也有吗？他一直没有进来你们的内围。我跟你讲，这个人呢，就是他一直跟我说他很强很强，结果只要要防守都很强。够帅！我只要扑那一个。让我们大家一起比啦，因为都是大家辛苦。那3-3再说。好 ，OK， 好，来，那我们全部都过来，来，全部都过来，来，全部，好来啊，1-2-3。啊没了啊，没了，没了，这就没了啦。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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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那先拿起来先。然后往外，它影响水往外喷，然后按一秒按一下就好了。好，先拿起来平放，泡泡不要泡泡不要放水。好，数到三，一、二、三。你按了没啊？最后这一关大概好累哦，好累哦，哎，我觉得这一项可以列为奥运活动，要真的要，这个蛮好玩的。只剩最后还要宣传一下，来来来来，这个12月17号对不对？12月17号，高雄智德堂文化中心，然后详细的购票的情形可以去上我粉丝专页，然后我们这个是 iPhone 就可以买得到的，太棒了太棒了，声声呼唤哈，台北场完售，然后加开高雄场，是啊，太棒了。新专辑发行，台语专辑。OK。而且我相信你专辑跟演唱会的时候，应该都比现在帅。怎么样？如果到时候去演唱会的你，他的粉丝们到现场要迎接他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喊李子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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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就知道你们都有看《饥饿游戏》的。对，生日快乐！请大家支持，也谢谢所有来宾，谢谢。最有趣的《饥饿游戏》，我们下周见，拜拜。